For soldiers, war is about victory. For us, it was about getting food. We would do anything to stay alive. 木头可以干嘛？就会不知道。我捡一堆，捡回来玩积木啊。反正这种时候也是，你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嘛，就是你就弄一些积木来玩。有不错哦。好啦，看一下我们今天应该是平安的吧。好，那我还很敬业。我觉得就是因为那时候商人来之后就害我们被抢了，我觉得这很过分。哎，有人很饥饿了啊。吃罐头好了，他还是很饥饿。哎，可以把这摧毁掉了。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先回来了。目录是干嘛？目录属性是什么东西？希望可以帮助他们朋友。我看他们看起来二级了，看大家都饿了，饿了我们就只能批一些东西来吃了，来批菜，不是很好吃，但肚子填饱了，有的吃就不错了，还没闲。跑步哥，好啦，那我们现在来做，现在东西很多了，雨水收集器，收集器的话可以来收集雨水，然后雨水可以来做饭，或是来做酒精。最好设置一个雨水收集器，再收集更多雨水。我看我们现在是要那个东西是很多的。那雨水，然后先做雨水嘛，还是要做蒸馏？蒸馏没有用嘛？粗糙的火炉，木头东西来加热。好啦，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火炉好了，火炉还蛮重要的。然后火炉就放在守卫室好了。然后守卫室各种的那个工具都有。哎，这不能放吗？不行。还是放门口，进来请他们吃饭啊，请进啊，请进吃饭。车库做交易嘛，应该可以使一些人受益。可是我们只剩下一个药品，觉得很可能不够。厨师还没吃饭，好啦，我们先把木材劈一劈啊，劈完之后可以至少可以捡一些那个木材来用。有人说收了他，杀死他之后拿了尸体就可以那什么讲？捡到他交易的东西，那不好吧？那乱杀人，你看，因为你如果说玩游戏，你当然杀人是很好。可是我，你看他那个本身角色，他都有些属性啊。如果你杀人的话，对不对？你杀人的话，他会影响他角色的心情。到时候你把他逼疯，他到时候他会自己自残，对不对？自己在发烧、啊，你讲，我现在十八度，我先回去睡觉了。有吗？哎，可以，好，现在可以来做东西吃了。一块肉，然后水跟木材，我们来做两碗汤好了。然后爽做一下。马尔科，布鲁诺，布鲁诺爽喝汤。哎、欸，真的是很肥宅，他们自己做自己喝，我不介意其他人帮什么东西，好饿，饥饿，受轻伤，啊，给捆啊，假爸给捆，饥饿。我觉得马尔科真的是好人哎、欸，我知道他现在还会担心那个其他人在那边。好啦，那我们来把最后一碗汤喝一喝啊，是不是应该来做一个那个啊，做个火炉之类的。真的，歹徒可以杀，不会降士气。模拟市民算是模拟市民啦，其实你要把当模拟市民看也是可以。你看，我就说嘛，材料不够吼，我木材51个是，你是这是什么意义？超多木材、欸，木材大亨，好啦，小巴丁滚啊！今晚换谁去啊？换布鲁诺去好了，因为我们那个其他已经没办法那个了。好啦，先把兵给我。好厨师，饥饿吗？他应该已经吃了嘛？来看一下那个好了，流血了。大多数的动物已经从乡消失了。当买来的肉来路不明的时候，请记得这一点。好了，就吃狗肉什么的吧。那个时候应该没人在养宠物的啦，宠物都被吃掉了。
饥饿吗？打包。好了，那我们去教堂吗？教堂有好多的药品哦，它当地的社区仍然会给穷人跟其他人需要的人提供庇护，他们会送东西或是跟我们交易。附近有很多地方一探探，我们可以在那边找到有些有用的资源。好啦，那我们就找我们的好厨师去了啊。好男人，厨师要带东西过去吗？应该不用吧。人肉是不是？人肉？不会吧，吃人肉干什么？这肉也太恐怖了吧。好了，我们现在到教堂来了啊，看一下。我觉得教堂好大。哇，太大了吧！哎，这教堂颇大的哎，超大。我们那我们现在就不要捡木头，因为木头已经太多了，木头没有用了。颇大的木头，木材大很。啊，进教堂啦！底下这边有人。总有一天他们重新供水。哇，他们现在好像缺水。爽捡材料，需要一个人静一静。好了，我们现在手上是有斧头的、啊，相信应该是没有人惹我的。肥宅厨师啊，肥宅厨师，厨师也能出头天。哎、欸，有，欢迎！我们最近遭到了洗劫，只剩下一点。我们的羊群在下面教堂上面睡觉，请你不要打扰他们。所以我们应该交易，来交易一下。我看一下啊，哇，这很普通，诚实点。有香烟、咖啡、药卷。我们看有没有？哎、欸，他们没有药品哦，没有药材。嗯，没有药材啊。那我跟你换食物好了。换更多。哎呦，有。哇，哎、欸，好贪心哦。五组材料换一个罐头，哇！你坑钱呢、欸？我跟你讲，我生气哦，生气！我当我生气的时候，我下去偷东西哦。我跟你讲，爽偷一波！哎、欸，有家人 ，Good evening， 晚上好。好了，捡一下好了。请用木头换啊？木头不行啊，只有垃圾跟灰尘没有用。这边摊方了。后面的办公室呢？办公室应该可以过去吧？这里呢？好像有个记号，还有句话是说，这里面躺的是罗克西，还有世上最棒的狗。他和他的狗，实在是可歌可泣。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巴尔干半岛的故事啊。因为巴尔干半岛从自古至今啊，都是算是欧洲的火药库啊，有欧洲火药库之称。因为那边种族实在太多了，种族啊，然后相关的那个人真的是很多，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啊，大概在古希腊时期一路打到现在，所以就是真的就是战争跟这个一堆有就是民族融合之地啦。他们其实这个巴尔干在那个怎么讲，意大利大家应该知道了，那个就是踢皮鞋那个皮鞋旁边的话就是皮鞋旁边的半岛就是巴尔干半岛。里面有个老人，是男的吗？是男的吗？啊，是男的啊，男的不稀罕。安安，禁地，快离开！好啦，我走，就这样远离远一点，看不起肥宅呢啊、哦，很凶呢，还关门。神父一个人默默坐在这边，哎、欸，他们超凶的啦，别让皮粉不开心哦。不会啦，哎、欸，那紫砂木，哎、欸。不对啦，我应该给他木头，然后换材料吧，对不对？木头没有用啊，一堆木头。来啦，老爹啊，我跟你换回来啊，我跟你换回来。我要材料啊，请给我材料。哎，可以。哎，不行啊。哇，木头这么不值钱。好啦 ，OK 啦，你高兴就好了。我记得外面好像还有，有人说他在敲敲不要吵，哎、欸，你们什么动作都敲敲啊？是有没有那么好敲啊？又有木头了，走，捡破烂大队，来啊，买一送一啊！来，
还需要不需不需要木头？我相信你们这人很多啊，一定要这个要赶要赶快生产啊，要赶快生产来，给给给，不能不管用。这个呢，不管用。好啦好啦，跟你换了啊。我看一下，这边好像还有吧。来劈柴练功，来神父来啊！好爽啊、哦！来神父啊！等我一下啊！啊，又就又又踩又踩啊 ！GP 来劈柴练功，神父专用座椅，阿甘，Damn it！ 等一下，你们不要那么激动嘛，劈柴啦！拔去了，在在在，爽劈一波，拾荒型肥宅。哎，神父跑掉啦、啊！你知道我怎么跟你交易啊？私人财产哎、欸！啊，不要拿，不要拿，不要拿！他都是拿他，他拿不开心，别让神父不开心好吗？啊，神父跑进去，我要怎么跟他交易 ？GP 没有啊，神父嘞？拆别人家东西跟别人换啊，就只能这样子啦，我们就没东西啦，真的很可怜哎、欸哦、真的很可怜啊啊，算了，反正其实我们的厨师能带的东西也不多。神父不出来了吗？快了哎、欸、交易一下嘛，你干嘛这样跑掉了？人呢？啊，跑那么里面哇，他们东西好多哦，有食物，然后有这个库存，然后有床，感觉比我们的那个要塞 还要更坚固。好啦，有机会再来啦。不管说我们现在是要真的要掠夺人家才活下去，还是说 要怎么样，至少我们要有一个你要先得知敌人的情报啦，对不对？先得知大家的情报。好，继续劈，继续捡。我把神父最爱坐的一张椅子给劈烂，让他以后没地方坐，充足的睡眠。好啦，撤退。木头砍了就当人没倒，那砍椅子啊，砍椅子啦！神父跑去拿散弹枪，你完蛋了！神父不开心了啦，请原谅我，神父。Godfather, forget me. I just want mood. 好、哦，回来了，带一堆木头回来。结果他们五天都带一堆木头回来，我现在真的是哦。不要再抢了啦！人爱抢哎、欸，谁爱抢啊？有人试图抢劫我们，他们没有太多的决心，所以我们成功避开他们。我们有一些武器，但是我们有一个人受伤了，他们没有偷到任何东西，我们有能力可以自卫。好了，是啊，我们现在有能力自卫。马克又受到轻伤，马克已经一直狂受伤哎、欸，疯狂受伤，饥饿。好啦，那就先休息吧，不然没办法啦，我们现在这边也没什么东西了。马克肚子饿了，咕噜咕噜叫，吃点罐头啦。轻微不适，很疲惫。帕夫列好像已经失眠好几天了。加热器，好了，我们现在就有加热器啦。加热器的话，放在这边好了，至少大家可以稍微烧个柴啊，然后比较暖和一点，不然温度越来越低了。要食物，简单的烹饪。我们现在连食物都没了。罐头很有营养，吃一点好了。马克受了轻伤，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请马克去掠夺一下了。哎、欸，马克他其实能够带的东西也蛮多的。看一下这边呢，换台。哎、欸，可以选台哦。哦，可以选台哎、欸。来路不明。哦。什么？普格伦城区的物资极度短缺，有些东西不可以或少不补给。如果持续下去的话，人们很快就变成捡破烂的，收了整个城市可用的物品。我们早就变捡破烂的吧？早就在捡破烂了，好不好？我们还把别人的椅子敲破、欸，哎，已经不是捡破烂，我们现在变成是啥？是这个破坏者啊，破坏东西，然后拿来当柴烧啊，对不对？开玩笑，这资料更新也太慢了。这没有吗？经典杰作，
啊，这个还不错，听这个好了，肚子填饱了。好啦，那就 那先睡一觉啦。还是我们现在有材料还可以，我们应该开始做小刀了吧？带个小刀，然后他们手下的时候可以拿小刀来当做那个兵器啊。还不行吗？啊，对吼，我没跟他换到啊。那我们找机会再去好了。我们等后天啊，后天去找一下那个车间的那些那对父子，跟他换一下那个。我们来做把小刀，小刀还是很必要的啦。有，肥宅表示烧柴，发烧，他已经发烧了。哇，那先睡一下好了。哇，发烧怎么办？他说他现在想炮击让物资匮乏。好啦，看来应该没办法了，跑得很快的人现在发烧了，我们先睡了。缺水哦，对啊，我觉得我现在要做那个雨水收集器了。我们今天再去搜一搜，应该可以找得到。嗯，贫民窟的东西好像还有剩，但是我们先去炮击小屋好了，炮击小屋还很多材料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先过去吧。那交给厨师来包围，然后马尔科来去捡东西。然后带把斧头好了，好，现在够了。给他药片哦，就没药啦，我就没有药可以吃啦，都已经没药啦，药全部吃完了。哎，有人在这边呢，我这房子烧了好几天啊，哇，爽捡一堆材料。里面有人吗？哎，有。有老鼠啦，然后这边耍什么憨啊，砍，把你砍爆！我跟你讲，这里呢，哦，有一个塔，桌子里面呢，哦，很多糖，爽捡一波糖，爽呢。其实后面应该还可以过去吧，这边还是可以过去的，只是现在我们缺铲子啦。如果你没铲子的话，这个要挖很久。要挖非常非常久，我知道它底下也有啊，这边有东西嘛，可是现在没办法过去，那我们都没办法过去。老鼠吓你，老鼠吓你，别被吓人呐！啊，这边尸体耶，这尸体没办法看。楼上呢？还有哦，有，现在应该可以进去了。哦，这边还蛮多材料的。有没有材料大亨啊？爽！里面呢？里面没人。又是传单。药可以放到后期哦。对啊，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他生的病不是很重的话，我们就先不要把药给用掉啊。药很珍贵啊。这个时候战争时期已经没有，因为药通常用那种药品都是从药厂制作出来的，那这个时候你看打仗还有药厂嘛？但当然是没了嘛。那既然没有药厂的话，你就不可能再制作新的药品了，你就一定要好好保存那些药，搞不好可以很值钱。好啦，现在 OK 了啊，撤，看一看下一代继续过来捡。这边好像都没有人来欸，都空的啊。其实他们那时候就有分两派嘛。那塞尔维亚其实在那边，塞尔维亚是南斯拉夫人民军的主要的构成啦。然后那时候波斯尼亚跟克罗埃西亚他们想要脱离嘛，对啊，想要脱离，哎，受伤了，对啊，想要脱离的话，其实塞尔维亚他那边因为毕竟是比较偏向于苏联那边的配置，所以他们那边就有苏联。其实那时候，因为他们社会主义的结构的关系，所以苏联给他们蛮多的军事资源，还有就是还有那个所谓的军事顾问啊。那克罗埃西亚跟波斯尼亚，其实他们那时候打得蛮辛苦的，他们是打得蛮辛苦的。那后期就是因为他们塞尔维亚就是做了那所谓种族清洗的那个这个罪行出现了，就像是那时候，种族清洗的话，其实就是有点像是那时候犹太人嘛，被希特勒给就是他们纳粹在杀害犹太人，或者说强暴他们的那些妇女啊，把他们小孩杀死啊，把他们男人杀死，这样子，像是这种行为。所以后来就是因为
这样的关系，然后联合国打算要参战，他们打算参战这样。正在回复中，哎，好像他病好了，他病好像已经好了，很伤心。厨师很伤心的，好饿，我会为了一罐牛肉杀人的。曾经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发誓那些不会发誓、不会发战争的人，战争史遥远。在第三世界的国家，我这么想的。其实我听到每天新闻更可怕，我不相信这发生的一切。对吧？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啊，反正应该不会打仗吧？但是战争来的时候，你躲都躲不掉，除非就是你移民。所以那时候不是第一届选举的时候嘛，李登辉不是选举的那时候，然后中共发射一枚飞弹，那时候其实就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子移民逃走。呵呵，对啊，虽然说现在还是没战争啊，其实也是算是庆幸，毕竟战争大家都不想要嘛，谁会莫名其妙就希望说自己家来打战，对不对？除非是那种电动啊打太多，还是说那种就是小说电影看太多那种的。放这边好了，直接接雨水来喝啊、哦，直接接雨水来喝，还不错啦。午餐肉哦，是午餐肉，我想说吃牛肉，吃人肉啦，得到一个午餐肉。不行啦，我们现在都没食物啦，等下去弄一些东西过去跟他换好了，不然就要去偷啦。嗯，超市应该还有一些食物，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去超市看一下，然后拿食物之后，我们还可以去跟车库啊，还有就是刚才那个住在那个房子里面的人跟他换一些东西啊，不然真的是没办法活啦，没食物怎么活？雨水收集器、材料制作。组件啊，所以那收集器材料只能用一次就没了、欸，也太少了吧？哎、欸，这也太少了吧？所以嘛，应该做蛮多了，失眠太多次，很疲惫。肥宅说他很饥饿，好像他饿到没力了。酒的话，喝酒好像比较不好了。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完蛋了，看来离死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太惨了，真的太惨了。过滤器，做四个过滤器。超市很危险哦，后面会有人上门跟你换东西。刚才一开始就有了，然后有的话隔天就被抢了，整个是超衰小。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马尔科已经快受不了了。他觉得肥宅的肉很多，他已经在站他后面不知道干嘛，是想吃是不是？可恶，想吃！武器也没有办法做啊！不要四点后才回去、哦，会不会狙击手攻击？我知道啊，因为你越白天的话就越危险。啊，我们等新的肥宅把它做好。好啦。结束白天。